老秦，哎，村长，现金宝见了吗？有事啊？村长，村长。 老秦，老秦，老秦，大叔，啥事儿？跟我走。老秦，进去看一眼你妈吧，你妈不在了。 上学，啊！等你爸回来就好了。这个电影扇也不知道死哪去了，让一个孩子在这遭罪，别哭了啊！通知，全村都注意了啊！吃完饭，各家部署到村委会门口开会。 各家部署到村委会门口开会。哎，人都齐了吧？齐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开会啊。我说一下，这个丁宝建他娘死了，现在丁山也不在，宝建呢就等于是个孤儿，村里不能不管呀。宝建他娘病的时候，咱们是各家各户送饭，现在就宝建一个人了。村里的意思是，继续让孩子吃百家饭。 娃娃就带张嘴，到谁家，谁家就添个碗，添双筷子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来吧。好，这两天呢，先在我家吃，下个星期就从你们东头开始。王友仁，先从你们家开始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让娃娃来吧。好，哎，记住，一定要让娃娃吃好。你放心，都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就这样了。 下面我说一下统一规划，美化环境的事儿。哎，村长，你把菜地瓜条种好，花我们吃花呢嘛。就是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已经经过村委会通过了，不办不行，必须马上办。你们看，花种子我都准备好了。宝健，以后在人家家吃饭呀，可别装假。 要吃饱，记住没有？知道。好，眼睛里要有活儿，勤快点儿，勤快的孩子呀，人家才喜欢，知道不？知道。宝健，今天就睡在大叔家，啊？不，我要回家睡，我娘不让我在外面睡。那行，待会儿大叔送你回去。 把门关好。 去世了，学校决定免除丁宝健同学的学杂费和书本费。丁宝健，下课到老师办公室去领书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。翻到书的30页。老赵，想看报自己定一份行吗？不用，事这么多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怕我把你报纸看坏啊？不会的，你看，看坏了吧？你在这看报，影响我工作。 我说村长啊，虽说我不当村委会的会计了，可是村委会的报纸我可是一直都在看呐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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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你看。哎，老赵，你坐那看，坐那看。李乡长，我是王大忠啊，啊。 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，我们村有个孩子叫丁宝健，他爸叫丁玉山，啊，就是前几天在县里卖保健品的那个。
对对对对，生了个儿子叫丁宝剑。啊，丁玉山外出打工好几年，一直都没有消息，就等于失踪了呀。前几天他老婆也死了，这孩子就成了孤儿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失学，我们村决定集体抚养这个孩子。啊，是是是，我明白，责任重大。宝剑，婶子做的饭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下回来，婶子给你包饺子吃。嗯。昨天晚上干啥去了？上课老爱做小动作。你们几个放学以后，不许回家，把课文呀给我抄十遍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嗯。以后要按时交作业，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宝剑，宝剑，村长。有事儿？有点事儿，还没放学呢。你刚才说丁玉山怎么了？丁玉山死了。死了？对。咋死的？艾滋病，很有可能是他当年卖血时候被传染的。希望啊，他的儿子不是，不是啥？艾滋病啊！艾滋病？对。哎，对了，这事你一定要保密，啊，国家有政策的。保密？对啊，这群众对艾滋病还是不够了解，消息一旦传出去啊，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。你也不用紧张，其实艾滋病啊，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邪乎。这些宣传册你认真读读就了解了啊，不用担心，有结果我们会直接跟你联系的，好吧？哎，好。村长，啊，二胖，啊，你忙活啥呢？哦，周桂忠家的牛昨天晚上下毒了，忙了一宿。老皮家的羊又不吃草，我这过去看看。啊，哎，啊，我问你，你知道艾滋病吗？艾滋病？啊，你问这干啥？这不上面让搞科普吗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听说过。这病治不好还传染。咋传染？说是血液传播，还有性传播。啥？就是交配。三句话不离本行。行了行行，老白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长山乡半山村村长，我叫王大忠啊。是这样，我们村有个孩子，前两天你们来人抽了他的血，拿回去化验，不知道结果出来了没有？啊？等通知啊？哦哦哦，啥？啊，我不紧张，我紧张啥呢？我是从部队回来的，啊啊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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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等通知。好，好。临县的石人沟村你们都知道吧？那过去跟咱们一样，现在呢，人家变化可大了。村里到处是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各家各户无前无后种的都是花，跟照片一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次种花是县里统一安排的。把房前屋后、道旁田边都种上花，有什么不好吗？啊！好了，赶快行动吧，该拔的拔，该搬的搬。你这像村长说的话吗？啊，这是群众的事儿，你开个群众大会，来个民主集中制不好吗？老赵，你就别掺和了吗？严梅，村长，你爸呢？啥事儿啊？你说啥事儿？我哪知道？你回去告诉你爸。他那对份如果不拉走，我就派人给他拉走了，埋在村口多难看嘛。村长，你还是自己跟他说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好话不说二遍啊。
不能这样吧，这东西别听人家自己愿意嘛，是吧？村长，刚才人多，我不好跟你讲。你美化环境，我不管。可是我那块菜地你不能拔。为啥？我那种的不是菜，我那种的是药。你种啥我还不知道。我说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有便秘的毛病，我不吃青菜我就拉不出，我拉不出要憋死的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吓唬谁啊你？啊？你不管怎么说，你不能动我那块菜地。你要是动我那块菜地，后果你自负。小农，下呀。哎，村长，姐，哎，好。你媳妇生了吧？大叔，有我爸的信吗？没有，有了大叔就告诉你。好，村长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待会儿到大叔家吃饭啊。嗯。各家各户都听着啊，我念到名字的到村委会来取信。李富强、高富贵。喂，啊，我是王大忠啊。对，丁宝县是我们村的。啥？喂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老赵，嗯，你把报纸拿回去看。怎么？我这有个重要电话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看了，看完了。那你给我。喂，啊，您接着说。啥？阳性。想不想当解放军啊？想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解放军里面有陆军，有海军，还有空军，你想当哪个？学兵哥哥当了啥军啊？那个没出息的，他当的是火头军。我也要当火头军。哎，傻孩子，火头军就是做饭的，那你也愿意啊？那我就当海军，我还没见过海呢。哎，要当就当空军，空军可厉害了，开飞机扔炸弹，想飞哪儿就飞哪儿，啊，可神气了。好，那就当空军吧。好，有志气。又干嘛了？出去去去去去。宝剑，这个我告诉你，当空军啊，条件可严格了。这第一条，就是身体不能有伤疤，不能破口子。你看我身上没有伤疤。哎，好好好，没有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能有，啊。这个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检查，如果没有破口子，我就奖励你一面红旗。就是这儿。就是这儿。你的消息不会错吧？错不了，内部消息绝对准确。这次报道，百分百独家新闻。来，往这看啊，咱们要拍了。来，高兴点儿。小同学，能给我们讲讲你现在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好吗？大婶，大婶，我要上电视了。上电视？你还要上电影呢？宝剑，咋回事？下午有两个人到学校给我拍电视，
说是社会关心我。那你咋说的？我说村子里照顾我，我吃百家饭，学校还免了我的学费，我还说了你，说你对我可好了，还说了婶子，还说婶子给我洗衣服呢。那他们还问你啥？他们还问我幸不幸福，我说幸福。啊，好，实话实说好，实话实说好。宝剑，这个星期天是你妈的七七，大叔带你去给你妈上坟。啥叫七七？七七四十九，是你妈过世四十九天了。哎，今天上学调皮了吗？没有。来，让大叔检查一下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啊，没有破皮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真的，真的，好，没有就好。小红旗呢？哎，下次给你补上。宝剑，跟你妈说几句话吧。那就给你妈磕个头吧。宝姐，中午饭在马大元家吃的啥？面条炒的茄子，还放了好多蒜。就一个菜？还有一个油泼辣。油泼辣子也算菜？还有一个煎鸡蛋，就给我一个人吃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婶子，婶子，婶子，你快看，你快看，这是我。据县卫生防疫局消息，近日我县长山乡一位妇女死于艾滋病，死者32岁，这是我县第一例死于艾滋病的患者。死者的儿子日前也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。记者从卫生防疫部门得到消息后，专程前往那里进行了采访。本台记者万山村报道。小同学，能给我们讲讲你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吗？丁宝健得艾滋病了。村长让我吃百家饭，每家都吃，不照顾我，还给我洗。我的眼睛咋看不见了？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村长，你听。宝将他娘咋传染给你了？我结婚以前跟他处过对象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咋了？前两年丁雨山抛下他们娘俩给跑了，我看着挺可怜的，我就经常过去帮帮忙。帮忙的又不是你一个人。有一天就是我一个人，也没别人，我脑子一热。哎呀，你这我娘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人，你先出去。你们都干啥了？当时他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哭，我就宽慰他，然后他就搂住了我，我就跟他亲了个嘴儿。哎呀，没法活了。哎呀，行了。哎呀，行，住给住，你是个畜生。好吗？畜生都不如，我今天行了，我会打死你。我行了，你是个畜生，你是个畜生。然后呢？然后宝剑就下课回来了。那你们再没有干别的？没有啊！骗谁？你是畜生！我就不要行了。贵重，你别给我藏着掖着啊！你给我说老实话，你们有没有那个？还用那个吗？连嘴都亲了，艾滋病啊，我得了，村长啊！
我对不起这个家，我对不起老婆孩子呀、啊。村长，我死以后一家老小都得你照顾了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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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寻死寻活的了，瞧那点出息。你们没那个就没事儿。你站住！我问你，宝剑有艾滋病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在乎啥？又不会传染。你咋知道不传染？医生说的吗？哦，你早都知道了，你早知道你还把他往家里领啊，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这家伙是没法过了。你村子里的事我管不了，这个家伙还做不主吗？好好，你逞能是不是？你逞能就到丁宝剑家去住，你去呀你去呀。你这个死婆娘，你嫌弃他是不是？你要嫌弃他，我明天就把他送到孤儿院。反正丁山已经死了。啥？丁山死了！丁山死了！啊！干啥？村长，丁宝剑在我家里吃过饭，他是艾滋病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谁说宝剑是艾滋病？哎，电视上都说了，宝剑他娘跟我哥是一年生的，32岁，属狗的，还说他儿子也被确诊了，怎么会错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我们家娃娃说了，医生给他偷过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宝剑在我家住的时间最长，要是传染，我是第一个被传染的，我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回去吧。反正丁宝剑以后再不能进我家吃饭了。以后吃饭可以，我们给他送。我说大家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大叔，哎，宝剑，过来过来，快走开走开。大叔，我们家门让人别住了。来，先亲大叔一口。我们家门让人别住了。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先亲大叔一口。嗯。好，上校去吧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要相信科学，不要那么紧张嘛！啊，反正丁宝剑以后再不能进我们家吃饭了。吃饭可以，以后我们大伙给他送也行啊。对，我要把他送到房子里可以吧？他做饭都可以。回去吧。村长。啊，哎呀，村长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又怎么了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，到底咋回事？娃娃们都不来上学了，怕传染。啥？哎呀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梁小萌，你不是跑得快吗？连你爸都跑不过，丢人！梁小萌，站起来！你们全部给我！全部站起来，不许拉屎，不许尿尿，不许吃饭，不许回家。我走了，你们再走。李乡长，我是王大忠啊。啊，你好。我们村的那个啊，啥？你都知道了？啊啊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李乡长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啊，是，是，我知道了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咋说的？
咋说？乡里不许保健失学。啥？不许保健失学？啊，那行行行，把他送到乡里，让他们试试。你这不是抬杠吗？那你送去。村长，我可告诉你，不让丁宝健上学，最多是一个孩子失学了。要是全校的学生都不进教室，你这个村长就算是干到头了。不干就不干吧，我还不想干。乡亲们，国家呢专门为艾滋病制定了有政策，不允许歧视艾滋病人。一个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，被称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。没发病的时候呢，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艾滋病也是病嘛，没啥可怕的啊。对，如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既然是病，它就有药治，这是辩证法。大叔，是吧？啊，辩证法可是个大学问。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辩证法了？哎，我说这谈的是人的病。一个兽医在这儿起什么哄啊？老赵，听专家讲嘛。哎，你瞎讲啥？哎，这位老同志讲的还挺有道理的。不是，你接着说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你以为我那报纸是白看的？艾滋病就是血里头有毒，这还就得用咱们传统的办法，要以毒攻毒，说不定还能治好的呢。我们和艾滋病一起吃饭，这没事吧？哦。一般的日常接触都不会被感染。2003年，国家呢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。反正是免费的嘛，那您就把它带走得了。嗨，这不是免费不免费的问题，国家有政策的。哎，这位老乡，艾滋病人也是人，也享有基本人权，干涉艾滋病人的正当权利那是违法的，大家可不能做这种事儿啊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干涉艾滋病人的正当权利，那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，啊！专家同志，那个病轻嘴传染不？哦，这个前吻呢不会传染。啥叫前吻？这是一个技术名词，前吻就是嘴唇的接触。哎呀，那我就没啥事了。哎呦，周慧忠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咋了？不好意思，你把我打成啥样？哎，好了，拉开。好了，老主，这是侮辱政府纪律吗？要人东西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好。同学们看黑板啊，脚是由两条射线组成，对不对？对。两条射线相交，它就有一个点，看到没有？黑板上。还有呢，就是射线，射线就是有一个端点，向另一端无限的射出去，这就是射线。同学们懂了没有？哎，李伟。你要再不交作业，就别来上学了啊！啊，小妹子，你慢点走啊！哎，好了。嗯。校长，咋还不让我回家？等同学们走完了，你再走啊。为啥每次都是我最后一个走？丁宝健，你听话啊！走走，快走。你干啥呢？鸡尾酒啊！哎呀，亏你还成天看这个，你没见上面讲的，外国人用鸡尾酒治艾滋病呀，最有效了。哎，你听谁说的？鸡毛能治病？不是鸡毛，是鸡尾。老人们说偏方能治大病，外国人都试验成功了，那咋不行呢？哎呀，哎，鸡毛能治病，那还要医生干什么？
我说你这个败家婆娘，我好好的一摊酒让你糟蹋的，你看。那咋办？咋办？你先给我放着。没事，哎，你不要拉了。他咬人了，你还不管？上次专家科普，你没认真听啊。我不管，我们家就这一个独苗，他要是有半点事啊，你这个村长就别想当了。你一天到晚净给我惹事，咬人，你属狗的，你还想当空军？你给我趴下。好，我数三下，一、二。趴下！不让你调皮，不让你调皮！我是管你爸的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电视台咱们管得了吗？人家想播谁就播谁。这宝剑上学的事啊，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。这些年。我工作咋样？一丝不苟。我王大忠这些年靠谁撑腰的？谁都没有靠。我靠的就是我是个党员，我在部队受过多年的教育。村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要是早点把保健的事儿当回事来办，这啥事都没有。我为这个娃娃操的心还少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在抚养保健的问题上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，我对得起党性，我对得起良心，我也对得起那个人性。秋天的雨，秋天的雨，是一把钥匙，是一把钥匙，它带着清凉和温柔，它带着清凉和温柔。你怎么不上学啊？村长不让我上学，为什么吗？
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想明白了再去嘛。我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？想不明白回家想去。宝剑，你咬人了是不是？你知道什么才咬人吗？跟他爸爸小的时候一样淘气。这样，回去好好想吧。哎嘿，来了！哎，村长信，村长信。哎，好。来，来，不让你回去好好想想吧，回去，好好去想想。回家告诉我厅长，我念到名字的，到村委会来取信。郑红军，刘富贵。张志伟，张志伟，有你家的汇款单，一百五十元。夏来个人取一下。谢书堂，来达志了，你家订的农业天地，已经到了，你赶快过来取一下。就在这放着吗？放车我拿出来的，奇怪。这些小农，大叔，你咋在这儿？艾滋病到底是啥病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会不会死啊？你咋会死呢？好，看见了没有？这是当年在战场上被炮弹崩的，肠子都流出来了。大叔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又没得艾滋病。艾滋病咋了？艾滋病也是病，它是病啊，就能治。那你啥时候给我治啊？啊，你看见窗台那瓶药酒了吗？那就是专治艾滋病的鸡尾酒，你喝完这瓶酒啊，病就好了。那我现在就……哎，还没泡好呢。那啥时候才能泡好？这个要七七49天。咋那么长时间啊？我跟你说，这是秘方，缺一天都不行，明白了？啊，走进屋吧。哎，宝剑，宝剑，大叔，大叔。先生，介绍一下，县民政局的小雷同志，啊，这次专门来落实你上次说的你们村那个孤儿的生活补助情况。真的？哎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啊，哎，拿去。哎，你们村那个艾滋病孤儿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那个孩子的情况是，乡长，是艾滋病携带者，有区别吗？你看，鸡蛋没孵出鸡是鸡蛋，它孵出来了才是鸡。发病了是病人，没发病的呢，就是携带者。这上次科普专家不是，小雷同志啊，就是来落实这个孤儿的生活补助的情况啊。
哎，那个孤儿叫丁宝剑啊，对对对，丁宝剑。走，我们到学校去看他。哎，走。哎，乡长，乡长，丁宝剑已经不上学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，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。也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事儿，我这两天忙着弄苞米，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。你们村放养了这远近闻名，小雷同志大老远来，杀石鸡好好招待一下啊！哎，行，别客气了。来，带小雷同志回家杀石鸡。走，去我们家。啊，走走走。啊，走走。好你个王大雄啊，你连我都敢骗，我可是按照你说的向领导汇报的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向领导交代？啊，乡长，那要不然我回村再说，啊？哎。你不要找那么多理由，说半天也没用。这个礼拜高县长下来检查工作，点名要来你们村。哦，你现在告诉我这孩子失学了，你要咋办啊？现在全村搞统一规划，那个美化环境的花种子打得下地，哪头轻哪头重你分不清吗？啊，这个美化环境的事儿放好再说，你一门心思把这件事办好啊。总之领导来的时候丁宝剑必须复课，听到没有？你不要找那么多的理由，说破天也没有用。这个礼拜高县长就要下来检查工作，哎，点名要到咱们村，专门要看丁宝剑。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这娃娃复学。你说咋办吧？咋办？他去学校，其他的娃娃就得回家。那学校就剩他一个人的了。你总不能让领导去看一个人的学校吧？啥？一个人的学校啊？哎，你这个思路很独特啊。好，好，我们就给他一个人办一个学校。哎，老陈啊，这事要快，而且要办好。总之，领导来的时候，丁宝剑必须复课。你说的轻巧。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吗？啊？教室呢？哦。把村委会的库房腾给你就行了嘛，啊？老师呢？老师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对，我明白，啊，你放心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村长，你找我是不是又为那块菜地的事儿啊？瞧你说的，我找你来是为了丁宝剑的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宝剑这孩子真是，整天也在外头，他也不上学，有人养，没人管的。哎呀，这孩子有病，学校又不收，你说咋管？哎，我说你们那个报告是怎么听的？艾滋病不是那么容易传染的，试试。无知，这村里的人都要像你这么明白，那不就好了啊？老赵，实话跟你说，最近上面要检查落实丁宝剑的学习情况，我和学校的老陈商量着，给他一个人搞一个教室，专门配老师。现在教室已经有了，哦，就是村委会的那间库房，可老师没着落啊。老赵，我们认为这个老师你最合适。让我当老师？我不敢。哎，老赵，你过去上过学，在村里呢当过会计，是村里的老人，你德高望重，就发挥发挥余热啊。那算了，我还留点余热，去暖被窝呢。教育丁宝剑是全村的事儿，你就这点觉悟啊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就帮我带三五天。另外，你那块菜地在边上种花就行了，怎么样？你说好就三五天啊？三五天。是三天还是五天？五天。
宝剑，这是你的赵老师，以后要好好学，可不能再疯了啊，听话。赵老师好。诸位来宾，诸位领导，我们现在上文学课。现在我们读古诗《九月九日》，忆山东兄弟。丁宝剑同学，到，请你回答，作者为什么在九月九日这一天忆他的山东兄弟？因为他的老家在山东，他的兄弟在山东，他不在。好，别站着，老赵啊，这诗里的山东可不是现在的山东啊，你别搞错了。挺好，挺好，你们好好练习吧，啊。伯家，来吃的，快点吃啊，吃吃。哎，小何，啊，进来进来进来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我这画的是人啊。这哪像人呢？这是太空人啊。哦，太空人这样的。嗯。啊，你画吧。将军，我吃掉了。哦，不走这了。你不能回棋，下下棋就是不能回棋。好，让你回一步。车啊，车上。哎。那我炮打了，我放这儿啊。哦，放那儿可以。我睡个觉。我将军，想事。将军，这个不能动，这个动我那边吃。你吃鸡，我不要了。再将。哎，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。这是我的教室。你再坚持两天，等上级一检查完。就结束了。这个娃娃猴精，你很难糊弄的。你还糊弄不了他。日前闭幕的我省政治协商会议上，审议并通过了。老师，上节课就念报纸。那咱们这回改作文。写啥题目？写做梦。季华，鱼搞到了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好。那鸡呢？两只，哎呀，杀三只吧！把房间好好打扫打扫，人一到我就给你打电话。哎，把那个苍蝇好好打一打，啊！行，来这儿，好好。村长。他们检查的到现在还不来，到底还来还是不来呀？谁说不来？哎，你打个电话问我好不好？哎呀，刚来过电话。你再打一个，打一个。耐心点，耐心点。好，哎，耐心点。哎，这来领导检查嘛，快点。我了。再唱五遍。张老师，十遍唱完了。再唱五遍。咋还唱五遍？我让你唱你就唱。哎，老赵，我还忘了件事儿，那个待会儿领导来的时候，让宝剑出个节目。宝剑，你会什么节目啊？我会唱歌。你唱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还我一夜不流泪。这个不行，还有吗？还有。啊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。这个也不合适。满天涯。
电话来了。哎，你们好好准备啊，准备。喂，哎，是是是是，我是王大忠啊。啥？不来了？哎，我们可都准备好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没情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计划吗？那鸡别杀了。啥？已经杀了？那杀了就杀了吧。你呀，现在做事越来越不上谱。哎，这事能怪我吗？领导说不来，你能硬把他拉来吗？那他们现在到底还是来还是不来呢？那谁知道？那咱们就在这儿干等着，已经5天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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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爱来不来。我看你们两个人的教室也就拉倒吧。嗯，走到计划家吃鸡去。走啊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来上课，门锁着呢。啊，咱们不上课了。你回去自由活动吧。村长，信。哎，来了。啊。老师，哎，走。哎，村长。啊。这个不行，发不掉，没地址。丁玉山手。保健不对了。啥？保健。咋回事？你。保健。保健。保健。是不是河里的鸡毛球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保健，你醒醒，快去拿醋。哎。丁玉山死了，咋？丁玉山死了，他怎么死的？艾滋病，说是早年卖血的时候被感染的。这事儿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保健说。这孩子还老给他爸写信。
爸爸，你好，告诉你一个十分悲痛的消息，妈妈死了。现在每家都给我做饭，还送到家门口，我吃得很好。医生抽过我的血，我现在每天自由活动，不上课了。你快回来吧，给我带一支自动铅笔。儿子，丁宝剑。宝剑，丁宝剑，宝剑。老师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自由活动呢。好，老师也陪你活动。哎，宝剑，我给你猜个谜好吗？好，你说。有个小铁狗守在大门口，有客人来。哎呀，老师，那么简单，是锁子。宝剑，你不笨吗？老师，你有没有难点的？好，你听好。小勺炒豆儿，炒了仨，蹦了俩，打一字，什么字？是，你爸爸妈妈不在，你想不想他们？想。哪儿想？心里想。对呀。哦，是心字。哎，猜对了，猜对了。一个人这一辈子都要有这个心，对长辈要有孝心，对朋友要有热心，对困难呢要有恒心。对国家大事要关心，对未来的。我们开学了，上课。老师，新开学还没有升国旗奏国歌呢。对呀，我们好歹得搞个仪式吧。咋搞？你有国旗吗？国旗？哎，行，我去拿。你去。哎，你会唱国歌吗？会，我学过啊。唱起来，不愿做努力的人们。好好好，行，就这样，等会儿唱好吧。等一会儿我们都是拿国旗来。来，给你。怎么那么小点？你没早说，我也没准备啊。啊，那你宣布吧。我宣布啊。啊，你是村长。来，好，全体起立，开学仪式现在开始，升国旗，奏国歌。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是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们现在上课了，起立。同学们好。老师，就我一个学生，你咋说同学们好？哦，别算我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继续上课啊。今天上第一堂课，珠算课，我来写口诀啊。哎，现在来跟我念口诀：一上一，一上一；二上二，二上二；三下五去二，三下五去二；四下一。丁宝剑。去一，宝剑。哦，来了。给，你爸借给你的东西。不放过记得，不放过记得，不放过记得。哦。自动铅笔，老师。啊。你看。嘿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不放过记得。
二叔啊，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，我不行。你看二胖，你又来了是不是？你好歹是正规学校出来的，比大叔总强吧？啊，二子，你要是连个孩子都哄不住，你说说你丢人不丢人？啊，要不咱们二胖叔，王姐，二胖叔，快去，拿着是啥？老赵叔让我来讲生物课。这一课我们讲小狗的生长。跟着吗？坐坐。这个小狗啊，它是犬。二胖叔，我想抱一下小狗。啊，下课吧，下课吧。这个小狗啊，它是犬科动物，它属于啊哺乳动物的一种。谢谢你啊，篮球。好。还剩9.9，这是发票。哎，谢谢啊。不谢，顺便的事儿。哎，好。哎，好。慢点，慢点。票。你怎么了？再来。哦。再来。宝剑。宝姐，嗯，你怎么不上课啊？我不舒服。哦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不舒服。那，好，你哪儿都不舒服，你就在这儿睡，老师在这儿看着你，好吗？这一个人上课，就像一个人吃饭，怎么吃也没劲。哎。那你给他搞一次考试，刺激刺激他，肯定来精神。嘿，就他一个学生，他怎么考都是第一呀、啊。刺激。那你去问问老陈，他经验丰富啊。问老陈，他经验丰富。啊、他有我经验丰富。宝剑，今天咱们上体育课。你看，风筝。哎。好，好，哎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咱们给他发个电报好不好？快来，跟你爸爸说点话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咱们走了啊。爸爸你好，今天我给你发了份电报，可惜让风吹跑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又上课了，赵爷爷对我很好，小教室上课就我们两个人，自动铅笔和篮球已经收到了，我很高兴。家里的表坏了，我已经迟到3回了，你给我买一个表吧，你快回来吧，儿子丁宝剑。嗯，挺好，那你就给他买块表吧。那也不能老让我给他买吧。上次买自动铅笔和篮球你就没跟我商量，我猜你就会有今天啊。你喜欢这个孩子，那你就给他买吧。他将来要汽车，你就给他买辆汽车，要飞机你就给他买架飞机啊。哎，这样吧，嗯，
村里给你出一半，剩下的你自己解决。哎呀，小杨，你怎么给我买个这个？我不是叫你给我买个闹钟？这就是闹钟，这还有鸡叫，还可以报时啊，这比闹钟还好啊。嘿嘿，又在玩表呢。哎，大仙，我给你带了几个枣，来，下课吃啊。那，咱们准备上课啊。宝姐，你爸爸在外头打工不容易，以后。别再让你爸爸买这买那了，啊？嗯，知道了。把书本打开，哎，把枣收起来。我是王大忠啊，想起来了吧？啊啊，哎，我问你，那个薛宝民有没有联系啊？啊，啊，我没啥事儿，就是想搞两台电脑，啊，不是我用，是我们村的小学用。对对，啥？他进去了？哦。不过我跟你说实话，这小子啊，他早晚得进去。哎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哎，这样，哪天到我家来给你杀只鸡，啊？好好好好好，再见啊，好。喂，是韩学兵吗？啊。我是谁？我是王大忠啊，想起来了吧？啊，哎，我问你，那个胡连长你有没有联系啊？啊，我一猜你就有联系。啥？他现在都当副师长了，真是可以。我复员的时候他还是个连长啊。啊啊，也没啥事儿，我就是想搞两台电脑，哎，不是我用，是给我们村的小学用。多少钱呢？10000多，这么贵啊！我还以为就1000把块钱呢。那这样吧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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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让老领导犯经济错误。啊啊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喂，啥时候来家？我给你杀只鸡。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中的第二招“飞龙在天”教了郭靖，这一招。他一要上了半空，居高下机，威力奇大。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你再憋一会儿，郭靖马上就要练成降龙十八掌了。我憋不住了。你是大手小手？大手。你不是刚才去过了？我又憋不住了。你得去吧。哎呀，真是。村长，咋了？那天那个大会他是怎么说来着？什么大会？说什么？就是宝剑要是发病都会有一些什么现象啊。哦，那个啊，我记得。你再看看。啊，在这儿。艾滋病的发病表现：发低烧，浑身乏力，容易感冒，腹泻。腹泻就是拉肚子。宝剑可是最近就要上厕所呀！上厕所啊！我看看。快点，快点！这马上都要开始了，你快点！小区运动会，你怎么搞的？来这么晚？运动员，快出场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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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第一项比赛，投篮比赛。哎呀，宝剑行吗？是，放心，早都商量好的。明章，明章，瞄准了，使劲。准一点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同学在两校运动会中表现优异，荣获冠军，特发此证以资鼓励。好了，办事。好了，挂上。慢点。哎。干好啊。好。舒服得很。哎，宝剑，你干什么去？没事，叫我告诉他们家去吃饭。别玩太晚了啊！吃完就回来。你把那个桶给我提过来。你就让他痛痛快快的玩吧，一个病孩子，说不定哪天你想让他玩，他都玩不成了呢。好了，闭上你的乌鸦嘴。宝剑，马上睡觉，盖好被子，天冷了。嗯，看电视呢。宝剑，来，看电视。他是你二哥。还没收摊儿？还早着呢。把门关好。回去睡吧。好。那好啊。这是纸。还有这鸡蛋，等会儿教你写大字啊。永字八法，你看这八笔了没有？是我们学写大字练习的基本笔法。掌握了这个字，你再学。哎，你怎么给吃了？那是教你写大字的呀。你看这很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蛋是握在手里头，笔拿在这儿，这是练习写大字用的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吃了吧。你可不能再吃了啊！那给你这个鸡蛋，那啥？转学？哎，咋不提前？哦，专门为艾滋病儿童办的学校，有这样的学校？啊，当然是好事，当然是好事。哎，李乡长，哪天呀？挺急的还。我知道，为娃娃的身心健康有好处嘛。是，感谢领导的关心。宝剑，
要到省城上学去了。那是今天报纸吧？啊。你都跟你妈说点什么呀？我说我要去省城了。还说什么呢？还说放假后回来看你们。哼，好娃娃，那个学校啊可好了，那有好多的小朋友都在等着你玩呢。那有集体宿舍，有集体食堂，那有好多的小朋友都会跟你一块玩打嘎嘎的。不过你不能老赢人家。为什么？你老赢人家，人家就不跟你玩了呀。哦。星期五你们都可以集体去看电影，星期六去爬山，去到公园去，星期日累了大家就集体洗澡，你说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老皮，快来快来，那才来的，那才来的，那杨坐走杨似的，坐。宝剑这个娃呀，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这要走了，这心里面还真不是个滋味。那咋办？要我们凑点钱给他意思一下。哎，老皮，他就是个娃娃，你给他钱他根本就不会花。哎，就是还不如给他一些实用的嘛好一些。哎，我看啊，凑点日常能用的东西，他带到学校去了以后啊，没准还能用得上呢。哎，就是钱也好物也好，总是个大家心意嘛。对嘛，就是我这样也是这样想的。来，大家喝水，嗑瓜子，嗑瓜子。好。王有荣，钢笔一支；周贵中，20元；赵兵，毛衣一套。这个毛线是让老皮出的。李建强，咸鸭蛋20个；李磊，铺皮枕头1个。这保健也用不上嘛，人家学校都发着呢。拿过去吧，好，心领了啊。刘磊，手电筒1个。高黄刚，书包1个。宝剑，老师今天给你上最后一堂课，你明天嘛就要进省城到大学校里头去了。现在老师教你寄信写信。我会写信啊。写信要有格式的，你格式不对，那信就寄不出去，人家收不到你的信，怎么能给你回信呢？老师，你咋早不教我？以后要把你写好的信纸放在信封里，然后把它粘上贴上邮票，放在邮筒里的就可以寄出去了。知道了。哎，过来。老师给你准备点信纸还有信封，这里头邮票我也给你贴好了，以后你想村长的时候，想老师的时候，你就给我写封信。赵中华手，赵中华是谁啊？哦，赵中华是赵老师吧？对，以后把你的地址就写在这下头，老师收到你的信就一定会给你写回信的，好吗？好。